其他厂没嘴里头也发现了，那可不，清远、镇平、白水之城好几个厂都有。这玩意儿，东南西北，方圆好几百里，那能是一人？哎，你给脑袋找一找找着，找着能认出来吗？哎，我听说啊，是个裸体女尸。 那保卫科咱在储煤厂，发现个乳房还。没见过这么抛尸的，像天女散花，扔的全省哪都是。这好些厂听说煤堆下面有死人。都不敢开工的，这如果你们还碰。